看看什么兔子菜。没有密码，好难过。Hello， 洛克，洛克 ，Hello，Hello， 同人君 ，Hello， 默默呀 ，Hello，Hello， 水锤，水锤 ，Hello， 林 AJ 是什么状况 ？Hello， 林美玲，唱好，我唱吗？起哀，我没有音乐，我不能唱歌，啊，难过。Hello， 加乐，午安，午安 ，QK。喂，鸡婆了，大家午安，今天是个开心又美好的一天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？因为呢，熊妹回高雄喽，耶！嘿嘿，所以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。至于没有那么早回来的。Hello， 阿米 ，Hello， 吉福娘 ，Hello， 卡卡猪木也来 ，Hello， 小白兔来了，是不是很棒？大家恭喜小妹，因为要过年了，所以就去提早回家。那原本我的票啊，都抢不到，都没有买，也很温暖嘛，也很温暖的。我觉得温暖就对了。今天也是一个温暖啦，今天天气很热啊，对不对？很温暖呢、啊。Hello， 高级教徒阿当猪 ，Hello， 塔瓦哥你好 ，Hello， 傅维，傅维你好，大家午安 ，Hello， 李天天哦，恭喜变成星星，我中了十位，大家是我们的五个爆竹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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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早上蛮冷的，对我今天早上起来鼻塞，我在就这样，然后我才清空了。Hello， 草莓讲，草莓讲 ，Hello， 我今天讲鼻塞，啊，反正我跟大家说回高雄，所以呢就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玩耍，现在不知道去哪。Hello， 天气好冷，只想睡觉，不想上班，难以圆。我现在只想吃糖葫芦，我现在好想吃糖葫芦。Hello， 暗红，暗红 ，Hello， 暗红，暗大家午安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小妹家年夜饭都吃什么？小妹家每年年夜饭，啊，年夜饭是什么？你知道佛跳墙那种东西，那些年夜饭的，还是小年夜。年夜饭其实我们年夜饭也没有吃什么，就是我们唯一就是是什么？春节嘛，是大年初一还是除夕夜吧？除夕夜我们都会订披萨来吃呢，很欢乐，对不对？除夕夜就是要订披萨来吃的，啊、哦！刚才订披萨，人家加那个芝心饼，有那个 cheese 在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因为除夕夜不是很多店家都会提早关嘛，然后我们就提早去拿，然后提早吃这样子，然后通常吃一吃，都饿了。早上披萨看起来是过敏体质，对，好像是。因为我几乎最近每天早上都会比赛都要十八，不然年夜饭，对，年夜饭是没错，每逢过年就是要吃披萨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年夜饭，因为我们家没在吃年夜饭是小年夜，会有那个寿司吗？那个叫什么寿啊？小年夜会有那个寿。就是我看童话故事讲的，我啊年兽啦，那个兽年兽，对年兽，突然想不起来什么兽。今天好像很迟，今天星期一12点多开播哩。我那天看那个就是直播那个时间表，我发现很多人那一天12点。逢年过节就是吃披萨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披萨就是偶尔也可以吃嘛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就是重要节日在吃披萨，就是也很欢乐。嗯，好了，去吃饭了，拜拜。这么快要吃饭了，你就是跟我说你十八岁不在小年夜怎么了？真是，这么快要吃饭，我都还没有吃饭，你竟然给我先去吃饭，
我们都是吃火锅的呢。哎，火锅呢，我吃呢。火锅应该也可以吃啊，对，自己在家撒料，然后自己煮。哦，我们家之前也有吃火锅。火锅我最爱就是火锅料，火锅料，嗯，哦耶耶。Hello 勇哥，勇哥 ，Hello Good morning 小妹 ，Good morning 勇哥 ，Hello T 大师 ，Hello 花粉又来了 ，Hello P L U L 我来铺陈了，反正小就看大家平常吃，也可以吃烤肉啊，烤肉也很不错，吃烤肉，吃火锅，吃披萨，吃糖葫芦，我一起的是呢。我跟你们打一讲，我最近头发很塌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那一天有前几天就是绑完那个马尾的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头皮很痛，头皮很痛，然后就放掉头发。哦，这个头发超塌的，就感觉就是没有蓬蓬，而且头发还卷卷的。这样子超奇妙，最近头发感觉特别塌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的塌。衣服穿好，过年有没有新衣服？耶，很塌的头发，很塌的头发。Hello, Father 来了。Hello, 提醒神来应援了。Hello, 提醒神。Hello, 夜吃突然来了。Hello, 咪然达绝不错过你。啊，看太多人开播，现在有几个人开播？应该很多的，我觉得。刚才看紫萱怡真品涵，祖祖刚才看祖祖和艺云也在播，好像很多，中午十二点要特别多，吃饭时间。Hello NT 一零零一也捧场了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礼拜做什么。上礼拜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上礼拜我们就是有去公司制作。就是公司自主，因为法法那天就想去想吃鸡肉饭，就是在永春有一间叫，就是他们家卖叫春贵鸡肉饭，可是那个面那个店名，好像你查春贵鸡肉饭应该要查那个，他叫什么春什么鸡肉饭的一间店，然后他的鸡肉呢，就是我们点的是他像他的招牌名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他有一个叫嫩切鸡肉饭，他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们和高文菊就点了那个春贵鸡肉，可是他的鸡肉是这样，就是有骨头，就是还有那个前半是他的那个鸡翅鸡屁股嘛，就是人家啃骨头，然后呢，然后爸爸是点那个阿嬷小骨饭，我告诉你阿嬷小骨那件大家可以查一下，它叫春贵，反正它卖的东西叫春贵鸡肉，可是店名好像叫春什么鸡肉饭。然后爸爸点的是一个小火饭，他下午饭是鸡肉切好的，我看那天我啃骨头可能超辛苦的，因为爸爸就是直接切啊，就是一块块鸡这样，就是马上吃就好，超快速。我觉得那间还蛮不错吃的，推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就是在雪路上面，就是因为在那个松烟附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，就是有那个有就是有一个阿嬷嘛，算阿嬷还是阿公阿姨阿嬷阿公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一间卖那个红豆饼的店，就是红豆饼鸡蛋糕，就是他有一间特间车轮，就是一个像货车那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。很便宜，那个就是一块一个红豆饼10块的那一间店，而且它红豆饼，它的红豆馅，如果大家有遇到，它好像不会常常出现，不知道它好像会跑去别的地方。反正那天我们刚好出来就遇到它，然后它的红豆饼，我觉得它的红豆馅就是真的会甜的红豆，就是跟外面我吃的红豆饼都不太一样。就觉得它虽然它小小个十元嘛，小小个，然后可是它红豆馅就是很扎实，而且还甜甜的，我觉得超好吃。然后它的鸡蛋糕也好吃，虽然它冷掉，不过还是很好吃。
还有暗红，还有张明明，还有张志祥。谢谢张明明和小浪花，还有 Tom 那部。嗯，大家好喽。现在还有晴天雨，只要不错过你，还有晴天雨。让大家等待我的小午饭回来，还有我的小饮料，然后顺便等那个解锁手机。啊，还是我知道了，等我一下，就等嘛。嗯。今天换位置直播，今天是在一个自己制作的那个，算是什么？自己制作一个直播脚架，一个直播地区。谢谢变成新鲜的送红白女棒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玩那个新游戏。其实也不是我最近在玩的新游戏，是我妈发现的新游戏，是熊妈发现的新游戏。我先。把声音放，应该放了。这是一个角落生物的游戏，超卡哇伊的呢。啊，这要网路啊！可恶，又没有网路。你这怎么凄惨？咦，多西的？我们没有网路，没有网路也不能玩游戏了。就是最近发现一个，它叫角落生物农场，超可爱的哦。可是那个生等级实在是太慢呀，鼻子。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角落生物，就是你就是撒种子，然后那个角落生物就举起一就举在一堆，然后这样浇水，超卡哇伊。哎，它的画面就是很少女的感觉，蛮不错的，很可爱。好，天气好冷，只想睡觉，不想上班，只要不错过你。Hello Z H A N G 0121，就不错过你。Hello Tom， 就不错过你。Hello A I R， 只要不错过你。没有网络，什么事情都不错。嗯。还是我开我妈的录的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手机不是可以直接开个人录的？个人录的无法被侦测，什么？AirDrop， 这个直接开什么都开不起，没 WiFi 都开起来。哎，我们全部就是，熊妹天气又冷又热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咦，天气又冷又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来帮你解决，不然你就是因为早晚上晚上不是都特别热吗？晚上特别热你就穿长袖，对不对？然后早上热的时候就穿短袖，短袖的话你就可以配一件外套，对不对？这个天气忽冷忽热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吗？为什么？哎，很奇怪，我从这里看那个。个人热点啊，为什么不能侦测给这里啊？不然侦测给，就是他开了个人热点就没有侦测到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想说，哎，我找到连到了，呜呼，连到了，说一说就连到了，干嘛干啊？这样就可以放音乐。没有，这样就可以介绍。早上骑车会冷，早上骑车你就，不然你就穿一个比较厚一点外套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嗯嗯嗯。
去下载一个音乐程式，就出来比较厚一点味道。然后你到公司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你就可以脱鞋来这样。脱下来，现在下载一个音乐的程式。好，鸡尾芭蕾捧场了。等一下。用那个、手指下载，可恶！原本想说要下载一个放音乐的程式，什么什么都被锁起来。可是我。竟然猜对密码，哦，密码不正确，好笑，好吧，不能下载。不过现在有网路，我现在介绍，像是我现在说的那个游戏好了，再穿厚外套，然后你到工程村可以脱下，脱了那个外套，这样就不会冷，对不对？通常都是这样。还有鸡尾包，反正就是穿一个比较薄的长袖，这样也可以。Hello， 鸡尾包，鸡尾包中好。Hello， 这怎么念 ？E R N I E 米粉就出不念。Hello， 小丽有一推茄子的亲友慕你来。Hello， 坤坤坤坤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你看我的这个游戏可爱吧？你看它是这个长得像这个角落生物的画面，可爱吧？超可爱！你看它那个角落生物超卡哇伊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最近在发掘，你看，因为过年哦，通常都需要那个发掘新游戏，这样才不会无趣。超可爱的角落生物游戏，现在很多一种可爱的东西都可以当游戏。我很忙，我们的那个食物都没。大家晚安，现在收成的农作物。它可以，它就是它其实不止种田，它还有它还可以种牛奶，就是牛奶，你知道它可以起牛奶吗？很可爱，乳牛小屋，这个乳牛小屋超可爱，你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角落生物跑出来的样子吗？穿的那个乳牛装，超卡哇伊的呢。现在看一下菜单。先去杯奶昔。Hello， 浪客，浪客。然后就是他常常结交他的任务是，好像他可以养鸡耶。做茶还需要个茶。还是奶昔，然后养个稻穗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嘟嘟嘟嘟嘟，少一个。而且我常常那个稻穗都忘记，它怎么可以养蛋？
そうですね。你可以养什么？茶吗？种茶吗？好吧，先不玩了。OK， 我们来放我们这个可爱的 Magic Music， 再放好听的 Music。Hello， 西楼姑们，大家 Hello。我们来放音乐，叫做流行歌曲。你好，午安。你好，午安。好痒，面筋。你在看这个，先看 ，Hello， 阿比，阿比你好。大家午安，我们先等我们的小范范来。熊妹是不是太常跟你呢？在一起被成男脸颊肉有吗？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脸比较肥胖，看看你好多肉出来哟、哦！哎呦喂呀，我来放半个月。这个不小心关掉了，然后我就开了你的热点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我也觉得我很聪明。Hello， 选羊，选羊 ，Hello。因为最近肥胖，然后肉就变多了，有没有看？哦，变多了。啊，哎呀 ！Hello， 这个黄鱼，黄鱼 ，Hello。啊，你看我最近唱的可以，可以啦，熊妹太瘦了，有吗？熊妹之下看起来比较瘦而已，其实很胖的，就是你看，哦，我整个就是脸颊，就在拍照前，就是会整个肿一圈，就是没有那个尖颊脸这样，这样尖尖的脸，然后呢，就只有这种肥胖的脸这样子，但比较远。想让你去想，让他对你的爱。所以呢，这边有尖尖，然后有小皮破脸。哎呀 ，Hello， 宝贝儿，捧场，很多人呢。啊，宝贝儿 ，Hello， 大家午安。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吧喽 ，Oh yeah！ 今天播到1:32，今播到1:32，哎、欸，突然哦，有广告，插播广告，插播广告。看叫我最近什么好分享的事情，让我想想看最近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事情，还是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。哦，好痛！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小珍珠？啊，没有，这不是大珍珠。这是小珍珠。嗯？
你的总是波霸，我的是小珍珠，就是四季春加小珍珠，大家有在喝过？可是我觉得他，我觉得他加的那个，哎呀，是波霸吗？我也想要喝大珍珠，因为他的小珍珠实在太细。你要帮我拿一个卫生纸吗？我的便当就是那叫什么？它叫什么便当？它叫什么便当？这个便当叫啥来着？铁路便当吗？池上便当啊！池上便当，我俩想起来了。我都吃正宗的，就是什么都不加，就是一般的肉这样子。但是只回高雄都会吃这一间店，都会吃饭包。现在来开吃饭包，哦，超香的。Hello， 林林高铁哦来了，给大家看我这个饭包的菜色，就是有肉、有菜、有蛋，哦，均衡饮食那一堆。然后我都会先把肉放进旁边，这是我的规则。我的规则，然后把这个姜放旁边，这样子哦，完美。这样就会有菜。然后这个香叫什么香肠，然后豆腐都把肉放，这样香肠可以当做配菜来吃。Hello， 提许哥阿翔母女嘞，嗯。Hello QK， 久不错过你，九妹的午饭回来。最期待这个 ，Hello， 嘉阳，嘉阳 ，Hello， 谢谢猫咪咪的爆竹。美味。谢谢猫咪咪送的爆竹 ，Hello， 嘉阳 ，Hello， 继续嘉祥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今天中午班都排的太，对啊，好像星期一是中午比较多哎。我今天排的时候，哦，看到那个直播时间，哦，怎么办？今天好多人啊，好可怕！今天是不是大家可以跟那个晚上那个八九点相比，这样那种八九点相比 ？Hello， 小美们，我们体恤阿哥阿翔，给大家看大家的大拇指。大家大拇指会这样，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大，就是我大拇指会这样，就是那一天就是练习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在看我的大拇指，可是好像有些人会这样，可是怎么觉得今天要弄不出来，就是我的大拇指没办法伸直，就是会弯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说，就是会有那种弯的弧度这样，就长得有点不清。一清，其实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就比较紧一点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只，前几天好像是这一只。哎、欸，我这只怎么突然可以伸直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今天弄不出啊。这只好像比较明显，就是有点弯吧，就长得有点奇怪，就畸形。嗯。你们都很爱挤前两天挤，但可是因为跨年的过年呢、啊，可是我那天有排十一号，我没有挤前，最近好像大家都喜欢一二直播，
可是因为过年有可能大家都要出去玩啊，或者去过年啊什么的，有可能就不会直播这样。知识不一样是吗？可是有些人不是以为这样，就是有可能是那个大拇哥外掉，大拇哥外掉。Hello， 高级 miso 哎，捧场了，也是除夕人能直播，对啊，这是广告，好笑。屈臣氏买一送一广告，毕竟还要吃年夜饭，对啊，所以有些人就不会排斥。可是我除夕那天我排，是除夕吧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除夕。我排什么？我不是说那天有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，好排。因为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可以排，很难的。过年就比较容易难排，但我也会播二次。没想到星期一怎么这么多？过年又要拜年，对。不回台南会啊，只是不是除夕那天。是其他天，还是会回去的？比如有人要回阿嬷家，如七七，我要回阿嬷家，通常不是都会回阿嬷家，不然就是有住在一起。但是阿妈她在隔壁家，是旁边的，我也会回阿妈家。可是除夕我通常都不会去，都是就是会拜回娘家那天才回去。除夕不是要拜拜吗？除夕要拜拜，除夕要拜拜，除夕我们好像没有拜拜，我们都是别天再拜拜。除夕我们通常都会待在高雄，我记得好像都是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初二回娘家，对啊，初二回娘家，因为除夕回去就是也没有人在，没有人在的除夕。所以就不会那么早回家，就是早一天大多回家，那天才会回家这样子。为什么你家回娘家是回阿妈家？没有啊，这是别人回娘家啊，我回我阿妈家，同样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用别人的那个称号这样，不是要回熊妈家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是要回熊妈，我是用那个别人的角度，另外一种角度，你知道吗？嫁出去的角度回娘家。你快语文轮次了。对，反正一定会回去的，放心，大家不用紧张，好吧？不用紧张哦 ，OK。回的对的你。回熊妈家玩，我们通常会去那种，都会去干嘛？都会去吃关东煮，就有一间关东煮店特别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关东煮。熊妈是吧？是地位很低，熊妈名额地位很低呀，放心啊。对啊，都会是，对，你娘家都不能回。会啦会啦，有回有回，回娘家。对啊，熊妈家就是他娘家，不是吗？应该是吧，是这个同样的意思，我记得。是的，可以回娘家啊，回娘家和回阿妈家都一样。回阿妈家是我的角度，回娘家呢是熊妈的角度，这样。可是我们都会，因为我们都会先去，都会去两个地方，就是
另外一个阿嬷家，那个叫称为外婆吗还是什么，反正我两个都叫阿嬷。那个 家庭关系表那个图有点复杂，因为跟他称为外婆，是妈妈的妈妈叫，对不对？是妈妈的妈妈，妈妈的妈妈叫什么？叫阿嬷还是叫外婆？应该是爸爸的妈妈叫外婆吧，对吧？你在紧张那个关系图，不是公民课都会考嘛？然后我都是把它硬背起来，就是最简单的关系表。那其实那个关系表是很复杂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小草莓来了，小草莓，最近是草莓季节。回台湾顺便去上次讲糖厂啊，对对对，上化糖厂啊，可是过年有可能它关闭啊。对吧？过年会关闭吧？过年一定会休啊！通常过年大家休假，感觉糖厂就不会开吧？可是感觉开哇，应该也超多人，整个气氛哦。所以是妈妈的妈妈叫外婆，啊，爸爸的妈妈叫阿妈，是吗？好有男女来捧场，应该是吧？没关系，两个都叫阿妈。因为两个阿嬷都在台南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另外一个阿嬷，再去另外一个，先去阿嬷家，再去外婆家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再就回家，对，对，我们的明文每次的路线都是这样，赞吧。而且我们每天去那个开去那个，就是上高速公路前，我们都会先去吃那个。肯叉鸡，那就是卖叉烧的早餐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那个了，那个叫什么？卖叉烧的早餐那个叫什么？哦，满福宝啦，满福宝好吃。不然就是去肯叉鸡买。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那边有一间顺路的店，就在三多那边，就是三多那个高速公路那边。嗯，什么？你不是很想？要去生源集水吧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善堂文化园区啊。可是他过年会开吗？要去查查看，还不确定。Hello， 澳门普国来捧场了，澳门普国 ，Hello， 澳门普国，鱼翅。你们就吃饱了吗？大家，现在是12:41，我现在连半个便当都没吃完，都是那个小樱桃小酒这样，在吃。Jeff 6106来捧场喽！嗯，还没吃呢，等会去隔壁公园挖点土啊？为什么要去隔壁公园？就是没有钱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去买个什么 A 梦面包， A 梦面包15块，不对，是那个爱心面包15块，然后那个 A 梦就是 A 梦那个头和那个身，那个是25块，然后还有那个杯子蛋糕，我觉得便利商店杯子蛋糕还蛮不错，39块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上次就买了两个面包，
就是有一个是那个爱心面包，就是爱心面包，你们知道，就是那个哆啦 A 梦蓝色包装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长条的，然后也是红色哆啦 A 梦包装，然后它是那种巧克力的那种，巧克力球吗？有那么巧克力球？我上次吃那两个面包还蛮不错的，然后配个饮料这样子，还不错吧？不然你就去自助餐，就那种拼自助。我觉得我那天吃完，我觉得便利商店的面包就是买太多好像有点划算，因为也不会饱。我上次吃那两个面包不会饱，我觉得自助餐比较会饱，真的。我去找你附近的一间最近的自助餐。现在这时间还有，就是，不然你跟我一样吃菜啊。是说最近疫情有趋缓，说不定可以看灯会啊！真的，所以灯会还没有取消。灯会在哪里啊？其实离盐水很近，对啊，就是会有经过旁边而已嘛，对。所以在盐水，苦啊！灯会，那灯会通常都有很多摆摊的吃的，你知道吗？超开心的，例如说什么，哦，大家懂的，我说的是月经港啊，哦，月经港。灯会通常都有一些小吃，很多在那边摆摊，超赞。超赞的。我们可以去月经港，晚上的时候吧。今年台湾灯会原本是在新竹，就是主灯会，可是它不是取消了吗？我记得。好像打喷嚏。你知道有时候别人在讲话，就突然很想打喷嚏，你知道我就是怎样？我就摸住了腹部，然后就。可是就这样，就在憋住，然后有时候憋不住，你就不能这样啊啾！可是你要憋住这件，咳嗽还是会爆出声音。来，有时候那个打喷嚏也不会看时间，现在变成吸线不算我鼻吸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笨，就是不一样。如果有办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看灯会。对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灯会。因为他们人特别的，他要走。Hello， 水锤来应援喽 ！Hello， 蘑菇来捧场喽！小姐女子，小姐你。然后、啊、我就有听一点声音，前几天声音有点烧线什么，变身，变身，啾啾，蛇。Hello， 秋山社主播中午好哟。Hello， 蘑菇，蘑菇你好。噔噔噔，我想吃焗烤。我本来到时候直播完那个便当都还没吃完。你好，我来自日本奇遇城。你哪是日本奇遇城？你跟你上次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不用骗了，真是的。日日日日日耶！去盐水也可以吃吃跟豆菜面不一样的意面，豆菜面不一样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又想打喷嚏。
豆菜面不一样的意面，意面不就是豆菜面意面？真的，每个地方跟盐水最著名的就是凤胖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好吃吗？现在你可以去吃吃看，我没有去过盐水，但是我有去过盐水，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去过盐水，反正我每次都会看到盐水这两个字，可是不会去。这是什么便啊？这叫做时尚便当。等一下，时尚便当，你知道时尚便当是什么？例如说饭包，它吃那种铁路饭包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饭包。因为铁路饭包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对不对？我开八六，你开八六都行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是换你正式。盐水意面蛮有名的，真的。那我们要去吃吃看呢，好不好？啊啊！我们已经列为了吃的名单了，叫盐水意面。我喜欢吃当地小吃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水意面，还有什么意面？我很喜欢吃意面，我喜欢吃那种干的面，什么阳春面、意面这样子，特别好吃。你知道有时候我想吃的东西，我发现有时候很特别想吃阳春面，然后就去附近看，结果都没有开，哎，超难过的，哎。然后后来几次想要去的时候，那间店还是没有开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，超难过，因为他以前中午的时候就开了，结果他没有开。你知道我很喜欢吃阳春面干的，我觉得那超好吃的。我喜欢吃干的面，台南的面都干的，对啊，台南面应该都有干的，可是有时候不是喜欢吃汤，那个也会有汤。因为我很不喜欢喝汤，我喜欢吃干干，因为干不是有酱嘛，就吃起来很好吃。像我平常煮面，我也在吃干的这样子。然后还有那个，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人家就是上次我不是去南投吗？然后就是鱼，哎，我已经用啦。啊，你旁边要种什么？随便种啊，种出来不要吃。等一下，你要先让我讲完，我要讲，但我会忘记。就是那个，就上次就是云姐妈妈就带我们去吃了一些南投的，就是南投很有名，就是嘛，哎是什么肉圆，它好像是炸肉圆吧。然后还有那个羊肉炉，羊肉，那羊肉，羊肉羹啊，羊肉羹这样。他们说用南投的那个嘛肉圆很好吃，应该是肉圆。对，然后那天去吃的时候，他是那个肉，他们有个方法，他们会有一壶那个像水还是汤，它应该是汤啊，对汤，然后他们会倒进去，就是留那个料，然后就是先把皮吃了，留那个料还能煎，然后加进汤里面这样子。我第一次看过这个吃法，因为像我平常，因为我那天就高举的拿一个壶子，然后法法就问说这是干嘛的，他说是要加进这里面的，很酷的吃法。可是你知道我通常哦都是什么先吃啊？都是把那天全部，我那天都把全部料都吃完，把因为我通常都是先把肉给吃掉，然后再吃皮这样子。看到你来不敢开店，什么看到我来不敢开店？为什么看到我来不敢开店？我要讲什么？看到我来不敢开店。看到你不敢开店，台南会加麻酱吗？应该会吧，会有麻酱面这样，麻酱面超好吃，但是不能常吃，会上火。然后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只有南部走川地的锅烧意面，是吗？好像是，我觉得北部好像没有锅烧意面。北部的走川地，我没有去特别研究，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北部的那个一般走川地的说。美差美差成这样子，可是有时候就是，应该我有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我也会吃锅烧意面，因为不知道可以吃什么，就是锅烧意面，锅烧面超好吃的。而且我通常北部我都是吃什么饭团，然后
蛋饼这样子。肉圆炸应该是被彰化影响吧，应该是因为彰化的肉圆很有名嘛，对不对？炸的，可是有谁也会卖炸的？好啦，熊妈叫完这个角落声，可是我刚才就已经开了，然后他现在已经种好了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是就是他是一个角落声的农场，很可爱。我现在给大家看，等一下大家没有来看的大家，哎呦，你知道平板最重要是可以让你玩游戏，你知道这很可爱，这小母牛，但你不听过吗？小母牛在吃草草，可爱吧？还有看到小母牛在吃草草，可爱吧？要把这个收起来，你不听我哎，不乖。我在男子的面店点阳春面都特别说比较麻酱，真的。可是阳春面的话，因为我吃都是加肉燥而已，没有加过麻酱。它的麻酱就是麻酱面这样子。然后我又想打喷嚏。Hello， 弹唱美声，鱿鱼师就不错过你。他就是可以做面包啊，这个时间太快了。啊，惨了，我们要先收稻穗，因为稻穗就是可以做面包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稻穗你就不能煮面包。哦，你看人家怎么做鸡蛋啊，现在有鸡蛋呢，你是不是没有做鸡蛋？不太喜欢面有麻酱，对，反正我真的很少遇见有面会加麻酱，就是点麻酱的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肉燥多一点，可是就比较加一些什么葱哦，葱，不是肉燥，反正肉燥多一点。喜欢酱多一点，是整个那个面都超筋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早点睡，林夕佳明来了，不然就可以配个什么汤啊，贡丸汤、馄饨汤啊。你知道我之前吃阳春面，就是阳春面配馄饨汤这样，红葱头哦，对，红葱就是葱嘛，因为我不喜欢吃葱，然后我就挑点。不然有时候太多的话，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吃一吃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面都吃完，就剩一大堆那个什么葱啊。葱什么葱，很多葱，不知道，我反正我觉得葱很好吃，可是我喜欢，我不会单，就是不会面只要吃它，就会把隔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面有时候面就加一堆很奇怪的料，葱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酥嘛，葱酥有葱酥吗？还有什么的不知道，我忘记。干面当然会加什么？那葱油饼吃不吃？吃啊，葱油饼当然吃。葱油饼的葱油没有味道，可是因为它是单葱啊。单葱的话，我就想把它挑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不好吃。拌一拌就掉到碗里。没有拌一拌它。卡在上面吧，半半要卡上面。他没有，有时候有一些店要加超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加，就是葱嘛，然后葱就是那个那什么，那个叫什么酥的啊？就是有那个酥酥的东西，油葱酥嘛，叫油葱酥嘛。挑食人怪不得身体不多才好啊，哪会啊？他真的，你知道，有时候真的面到吃完就剩一大堆奇怪的料。不吃的油葱酥没错，对对对，油葱酥嘛，不然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肉燥面会加的？忘记了，很没印象。但是我喜欢肉燥，比较清淡一点的肉燥，因为我有吃过一家店，它就叫肉燥面，可是它的肉燥是很算什么？它的肉燥就是
酱很多吗？然后吃起来就是，就吃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有饱足感，就是你吃到会觉得太腻了，就是我觉得是酱太多，而且它是重口味的酱卷。但是油葱酥是台湾小吃的灵魂，可是是我吃的那间店才有油葱酥，其实其他店家不会加油葱酥，很少。我喜欢那种比较清淡一点酱，可是加多一点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本身那个肉燥酱，不要太油，就是太重口味吧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很重口味。太重口味，没有错。啊，跟酱油一样，没有这两样，台湾小吃会倒一半。酱油一定是必备的啊，对不对？沙茶酱有没有那种专门做沙茶酱面、炒面？我上次吃过一个炒沙茶酱的那个炒面，很好吃哎。因为通常炒面都是撒，就是加酱油这样子。你觉得沙茶酱很好吃？好像很少人干面外面卖的干面会加沙茶酱，通常都是加酱油哎，好奇怪。Hello， 大象沙，大象沙 ，Hello， 哪块熊呢？熊妹，大象沙 ，Hello。熊妹，你不生血啊？哦，生血已经出来了。你不生气，真的，所以这次放熊面，可是因为从那次拍的话，我的脸就变大了，生血已经出来。哎、欸，老妈，借我看一下，英斯特国内，英斯特国内，没有加 IG 好，我不会那个正确的发音，应该脸很大。英斯特国内。的脸汤 ，Hello 膝盖帮解气了 ，Hello 酱油派男朋友就不错过。看到熊妹的咖啡厅是真的，我瞧瞧看，我是穿什么颜色？我不记得我穿什么颜色。咦，你记得话吗？哦，我是穿粉色。哇，好多人穿蓝色的、哦，我穿粉红色嘞。是因为粉红色不用等，我现在很多人穿蓝色。我在这里耶，我好可爱啊！耶，熊妹在这里，熊妹拿着那个叫什么面粉，对，面粉打蛋面粉，好多人都穿蓝色的、哦，粉红色很稀有哎，大家赶快，粉红色很稀有，你看这上面几乎有。一二三四四个粉红色，两个男装，两个女生，两个粉色，粉色的粉色熊妹 ，so pretty， 加甜点师特制手工饼，加咖啡馆特调拿铁，二月是写着是一个女仆的概念，女仆，第一批的时候很小，对啊，那个订单那时候拍一个杂图，我就觉得脸很小。可是最近就是过几年后，这个脸哦、喔，就要慢慢变大了，这样子。干嘛？又不是我的问题，他自己会变大了。炒沙茶，炒沙茶可以去羊肉店吃，很多炒饭都哦，对，羊肉店呐、啊，对，很会炒沙茶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不会去羊肉店，因为我很少吃羊肉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脸有小过？有啊，你没有看过我脸小样子吗？你搞笑。先脸大就挺喜欢用头发遮住，可是我用头发遮，我还是很大、啊，搞笑。我之前那个头就是。
跟他们拍着，然后那个都用头发遮，那个头还是一样大，这是有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呀、啊、，Vivi 什么的，对、啊，你看那时候脸很小，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脸那么小，你看那个什么小娃娃，我那时候脸好小，真可爱。哦，这是谁？所以脸也跟着大三倍，大三倍的小脸脸。多谢你。头大跟脸大很不一样，可是我头很小耶、欸、所以是头变大不是脸变大，头怎么会变大？头会自己，他以为他是那个泡芙阿姨肿一下，你没有看过海绵宝宝那个吗？泡芙阿姨撞到那个脸就变肿大，好笑。嗯，他有痣红，所以是头变大，不是脸变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头变大，不是脸变大，所以是不一样的差别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他放小图的话还好，看不出来脸有变大，对不对？有试过刘海加上抓一些虚角吗？可以试。有试过刘海上，刘海我有没有刘海？我有刘海，其实刘海。虚假，虚假的，刘海抓虚假，虚假的。面谱，虚假。虚假。哎、欸，欢迎再次人改回，然后这里是哪家？面试是熊家吧？熊 school 哦。不是不是熊死学校，是熊 home， 这是换了一个背景而已，只是换个地方而已，都在熊家的内部而已。这是一个家，就旁边就是什么鞋柜，我在鞋柜旁边这样子，是不是那个沟也越来越明显？对啊，千年老沟。我妈妈说要给我玩角落生，结果她给我拿走了，自己去种了。现在还帮我用个蛋而已，还在卡住了。狗狗切到耳后留一点在旁边，狗狗切到耳后留一点在旁边。对，你要讲明白一点，这样才听得懂。这样，这样，窃你幽魂。最近耳坠你在掉，好讨厌哦！前几天才装的，掉，我还没有去补货，可恶，被我忘记去买，可恶，可恶！我怕我耳坠快没了。而且这样虚假，留一个耳朵要注意，注意，这样会变秃头，我有秃头现象，秃头。Hello， 龙龙慕名而来，过年可以找成员来牛鬼玩。过年，跟过年不是大家回家过年？过年有鬼，可是我只是暂留几天，我还演戏成不、嗯，可以找大家来。拜年喽！来熊妹，来找熊妹。熊妹其实离大家很远，这样脸看着就变长，真的、哦。有变长吗？有没有变美？过年大家都回家，对，过年都回家。可是我在这里，我也会回家。没有，应该是我过年因为啪啪照，而且啪啪豆来走春呐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因为我的行程很满嘛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还没有安排，可是我总不会带来讲我的行程很满，但我规划好我的行程。
概只有日本成员能被带回家，有没有已经有日籍人带回家的成员了？真的、喔？啊？可是上次就是上次去的，上次跟林觉他们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他们之后也会去那个，也会去找雨喵这样子。那是过年的时候，他去找雨喵。可以把头发用眼镜遮住就不会乱跑。可以把头发用眼镜。眼镜架是不是眼镜架？是脚架吧？眼镜架什么？眼镜架。眼镜下降，眼镜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第一次戴眼镜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笑熊明，就上次跟他一起住宿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第一次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明明就已经有在宿舍戴过眼镜，他们竟然笑。可是我觉得，反正看久觉得之后好像蛮好看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戴眼镜呢，就是要看久才会擦。哎，他说我这个是什么？因为这个配色就是那种。阿嬷配色，那种阿姨们的配色，就是那种，这是什么？算桃粉红吗？这样这个颜色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眼镜蛮好看的，因为上次去配那个眼镜，其他眼镜都不好看，就那个颜色很奇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不好看？我觉得这只好看，对，它陪伴我多年，我觉得这颜色阿姨配色没错，可是我觉得因为其他配色就不好看呢、啊。就很奇葩，就是五颜六色，里面彩虹色那样。谢谢暗红说 ，love 应该配草主色，你说蓝色吗？蓝色抓小本奇怪，不然就是黑色，可是不能全黑，就半黑，就是因为黑暗色调的眼镜比较美。你不知道路上欧妈像穿的羽绒衣都这种颜色吗？羽绒衣穿这种颜色，桃粉色。我很少看欧巴上穿这种衣服，粉红色很少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少吧，没有在路上看过。我是说这个配色有点像，然后随着衣服搭配各式眼镜。是吗？有这种你穿那种桃红色吗？可是我那时候看这把还好吧，一堆好吗？羽绒衣，通常羽绒衣不都穿黑色、白色、褐色吗？有吗？有穿粉色，穿那个颜色吗？还有桃红色跟紫色。桃红色比较少见，紫色蛮常见的、啊。桃红真的很少看到，就是现在很少在穿桃红，因为太亮，但是太习惯颜色吧。颜色的部分。嗯，真的好美味。嗯，好吃，吃饭就是幸福。他们讲，我最爱吃那个呢，铁板面呢，它是那个。因为它也是那种牛排，就是外面那种牛排店，然后它有那个免费的那个水果饮料，然后什么玉米浓汤，就是吃到饱那种，
就这三样吃到饱，然后面嘛就是牛排，可是我不吃牛排啊，我吃的是我只吃铁板面，你知道吃牛排的店我都只会点铁板面，我不会去点那块牛，因为每次那块牛送上都饱了我，因为很大，虽然我的食量算还好吧，可是反正我遇到那个就是牛排吧，我就会点铁板面，是不是？对牛排还好，对其他食物比较有兴趣。有兴趣，它的预差不明来，它的暗红，或者可以边点牛排，然后分我那个肉也不错，是不是很聪明？牛排好吃，我告诉你，铁板面好吃。也没加放，那都是煮的肉，吃下去都是脂肪。对，反正就是肉嘛，又很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只吃铁板面，所以我不会去吃什么牛排餐厅，因为不吃牛，或者别人切好的我也可以吃啊。你知道我在昨天我在昨天我有切一下，你知道那个切吼，就是好累，因为那个肉有时候你知道遇到的肉是那种很硬很就是筋很多，你知道那个吃哦都晕了我，因为那个肉咬不断，因为那筋太多，你知道吗？点铁板面还蛮重酱的，对蘑菇酱，我告诉你我都吃蘑菇酱，哎蘑菇酱要多一点，这样乱讲，你不是都吃熊妈妈切？哪有我也会自己切一下吧。偶尔切一下，你知道，因为有时候筋太多的肉就是很难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筋太多，筋骨太多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要给我玩？啊，你干嘛？我叫你生蛋而已。啊，你都把它玩完了，叫我收面包而已。这样你就切心了呢，你在旁边种什么？桃子稻穗，还要种稻穗？啊，蛋在哪里？好好奇，那怎么可以种蛋？蛋在哪里？哦，有鸡蛋产啊！哦，行，母鸡小屋，哎，你看母鸡小屋，给大家看一下母鸡小屋，很可爱耶，这一定很多人玩，因为它超可爱。母鸡小屋，偶尔一年有切一次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会一年。我告诉你哦，假如没有人去吃牛排，我不会去吃，因为我平常都不会动我就这类的食物，所以我不一定一年会有吃牛排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一年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自己切自己吃，有种成就感哦。哦，其实我昨天有切一小块，你知道，我切了三等份，一小块我切了三等份，是不是蛮厉害的？但我旁边不是兄弟，旁边是熊妈，其实也不是旁边，是斜对面，然后少种一个东西，是斜对面，我的斜对面。哇塞，现在有几个人在开播啊？怎么一下子这么多人？现在到底整个有几个？吓死宝宝了！熊妈在，对啊，熊妈在啊。为什么熊妈不在？我还收什么稻穗？六个，十个以内。五个还是六个？我来收我的角落小伙伴，他是我的角落小伙伴，就卡哇伊。我来买。你不是给要种稻穗吗？另外一边，数过一年，啊，爵哥也开，但我刚刚看他刚爵开的，啊，好想打喷嚏，一直在打喷嚏。酷吧，你品涵，你妈子轩，真励志，一二三。是，加我是六个，一针管理这个。
Cool guy， 这是五个吗？五个。我有黄金稻穗，道具已满喽。哎，你要卖什么？卖稻穗吗？要一直卖稻穗啊？要卖完了吗？那你剩七个稻穗，你应该增加你的。你到两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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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一点三十二分而已。谢谢花生小包叔抽的爆竹。腿有点长，是可以呢，感觉有小朋友。对呀、啊，是很可爱的小朋友，我没有看过，可是很可爱。妈，他还是说中文哦，日文。没有，他是隔壁的邻居，他是日本小朋友，很可爱哦。有吗？迪士尼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迪士尼，弟弟吗？没有，我弟弟已经超大了，不会这样讲话了。是隔壁的小朋友，可是他很少见，因为他是那个不认识的，他是日本小朋友。日本小妹妹，她叫啊，你怎么可以卖别人的名字？不行，理你吗？你家有不认识的小朋友？他不是我家的小朋友，他是隔壁家，我不认识他。哦，然后我再继续采农作啊，好多稻穗，我先等一下。哎，你一直狂卖稻穗，你确定？你这个你要再去补充了啦，快要没了。你要去补充你的仓库，你的仓库快倒闭了，快装不下。而且订单都不能用，那么弱。哼，唉，又不有住其他人家。对呀，是你可以放 on 的给小朋友，我跟他又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日本小萝莉，对，他是。对，新来的。然后我很少看见他，因为他不常出来。对，我因为我总不能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再打开大门去看他，这样太奇怪，对不对？六哥有住其他人，当然了，你当我这些什么偏乡地区哦，九七省，对，有可能不知道。他来找小妹要红包了，没有，他出去玩了啦，这时候。日本的看是 TP 悲剧吧，但他长得很可爱呢，很可爱，他应该会走路了吧？应该是会走路，对，会讲话，所以代表会走路。日本就对跟他说解释是日行，所以但是人家又不会跟他讲日文，我跟他讲的 Chinese， 我跟他讲中文，他不一定会理我。靠熊妈去洗尿一下，靠熊妈，熊妈也不会讲日文，他就说啊，他们阿春来了，叫做 Milk， 这个人这订单都没了，都要吃鸡蛋，这鸡蛋不知道产多久，37分钟，我这个鸡蛋生不久啊。熊妹可以跟他玩飞高高，你说我跟他玩飞高高，要羞了，我跟他不可以跟他玩飞高高。熊妹不知道熊有没有很惊讶熊妹被雪伤，对啊，我那时候也蛮惊讶，
我那时候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这样椅子上面这样休息，你那么搞笑啊，你怎么那么搞笑？我那时候很搞笑，我是幽默风趣，不是搞笑。哎，你这个真的要去拍吗？那个茶也没有用，那个痘痘也没有用，不然要去扩拆你的仓库，你的仓库快倒闭了，快已经不能装东西了。被熊妹配高，他会突破大气层，没有他也可能从此就惧高症了。这样我还要害怕，我想我还要付别人医药费，很贵。幽默大师，对，不是幽默大师。幽默大师到现在还没有吃完饭，真是幽默大师。熊弟已经比我晚起床，他已经吃完。刚刚看到消息 ，DP 又来高雄的表演嘞，是吗？哪里啊？你去看一下消息。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你要表演什么？还是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有什么东西会在高雄表演？就没有上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啊、他们去大港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你去看一下吧。我不知道，大港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？还是他们跟谁一起合作啊？没有，有人骗我。熊妹头补着一口血，还洗了小妹粉纱。对呀、啊，黄西田跟黄西田合作，超跳头。黄西田跟黄西田合作，黄西田是谁？呵呵呵 ，Who is 黄西田？熊妹应该不认识，对我，熊妹应该是不认识。对，哎、欸，你给我你的手机，我查一下。嗯，好吧。真的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可是怎么会有那个消息？不是还没有出来吗？还是他已经先，还是有别人有看到什么消息？因为 FB 查到大港还有这种消息哦，原来熊麦不知道。可能就不知道，他很认真在其他角落上。他最近成名在什么？空衣 master 是这样用吗？就是那个猪啊，就是那个拉巴那个猪，就是、那个珍妮博罗培兹，是珍妮博罗培兹。对，他最近沉迷那个游戏，他那个角落什么？他最近是24小时盯在那边。在那边拉巴打别人这样子，他通常都是被人家打那种，然后金币都没了，好好笑。Hello Hello Hello Jimmy Jimmy Hello， 还有木，你可以找熊妹一起玩 Overcook。不行，我们家没有 Switch 什么玩 Overcook， 因为熊妹是珍妮保罗佩兹，熊妹才熊妈才不是珍妮保罗佩兹，熊妈喜欢玩珍妮保罗佩兹，嗯，不是熊妈，她喜欢玩空衣 Master， 她喜欢玩那个珍妮保罗佩兹这个游戏。而且他还到处去邀请别人跟他玩，开启了那个妈妈想的功能。
一起去跟别人推销这个游戏，好无聊。那熊妈，有哪熊妈是学练熊妈是学熊妈不是？他不是那个哦，珍妮佛啊，那个是珍妮佛在喊雪莉的雪莉，哦是珍妮佛罗佩斯。熊妈好心肠，对啊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发现这个游戏，应该是广告吧，感觉，因为 YouTube 很喜欢打这个广告，不知道有没有在乌美看过熊妈？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。他连乌美在哪应该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去过，所以你一定没有看过，他没有去过，那你看不到。如果你看到是看到别人的吗？那有去玩魔关羽吗？魔关羽是什么东西？魔关羽是什么？魔关羽是什么？叫他来看。对呀、啊，可是因为那个车费贵贵，因为一下携带很多个，携带还有个熊体，因为他不能放在这里，放在他啊啊啊啊，需要两个人。可是我们因为熊弟也坐不住，他可能不到半个小时还是跳出来了，但不行，会影响大家观看。我看一下，我，Joke， 大港开赛2021年。AKB48 弟弟非常勇敢的小朋友黄西田，黄西田是他、欸、我去查一下他是谁好了，对这个人比较有兴趣。他是唱，他一定是唱什么台语歌的呗，还是什么中文歌？花莲人哦，他是台语歌手哎，所以他是唱台语歌。另一个游戏有玩《三国志战略版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玩的游戏很少哎、欸，哎，我朋友玩一玩就不玩，不玩啊、哦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气出来。对他的印象应该。印象停在什么乌来伯那部连续剧？乌来伯是什么？乌来伯连续剧是很老的连续剧。乌来伯连续剧啊，跟鼻涕狂爆脸啊，鸟来伯。我想说鸟来伯，这名字很奇怪，乌来伯，就这样会变成乌来伯。八点档哦，八点档，八点档都看天之眼，很少看其他。大港在哪里、啊？我大港在流行音乐中心。以前的唐寿连续剧，哦，寿的，好像还制作八连灯，哦，三立是吧？
熊妈是不是在偷袭啊？熊妈没有在偷袭，熊妹很淡定，好的，好的，他俩的表情上，然后看着手机，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的表情，这样的表情，熊妈习惯，对，习惯了，习惯就好。大家也要习惯，我们已经跟随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熊妈，你这么笨，真的是我女儿。对呀，因为她其实也很笨，这是遗传基因，怎么了？这是会有遗传吧？你知道吗？熊妈已经习惯了你的没常识了吧？没有什么没常识，这不是没常识的问题，就是没有人去跟我说明。就像前几天就是滑地卡，然后不是前几天有一个那个嘛，就是过年不是都会送什么礼盒嘛什么的。然后不是有一篇新闻，就是有那个医护人员的，就是家长嘛。然后不是有一个女，就是女生，然后就送凤梨什么牛轧糖啊，就是有凤梨的东西给那个医护人员。然后其实不是不能，就是不能，因为我看是就是解释说凤梨就是医护人员不喜欢收到凤梨，不是有一个什么故事吗？叫什么？凤梨是怎样啊？凤梨是怎样？反正那天我听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衣服也不能送凤梨啊。是怎样？就衣服是怎样？不能送凤梨，就这样。这是我学到的新知识。回来了！哦，好兴奋哦！那应该是去买什么好吃的。时间到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急诊室不能忘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能忘，因为太多病人不能忘。对，不能忘。对，拜拜哈喽熊。啊，下次什么时候播呢？下次是2月11号的应该是12点。你不要太热情，不要太热情。2月11号的12点，也是一样12点哦。欢迎大家来找熊妹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来看熊妹的直播，多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拜拜，Bonjour，大家拜拜。